今天呢、啊，这句话不再只是男人的专利，一台崭新的电动按摩椅。主人，我承诺给你一辈子幸福。怎么按摩椅可以给人家幸福呢？原来一辈子的幸福是指你背部的背，一辈子的幸福。在美容行业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创意。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我女朋友开设的美容院，抬头一看，美容公子是把你变成难看的美女了。难看怎么可能是美女？美女也不可能是难看啊！原来大家看好哦，变成难看的美女啊！男人的男，喜欢看的看。我们来到讲演会，我们希望能够掌握演讲的技巧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去到股票分析课都花了好几天，能够掌握股票未来的趋势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希望能够掌握的事情就是越多越好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男人是希望掌握不到的哦。什么东西呢？有一则美容广告写道：“让男人让你成为男人无法一手掌握的女人。”原来是隆胸广告。夫妻之道也要讲求创意。上个月的9月9号，我和我的另一半注册了。在注册当天，我们达成了一项终身协议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他的关系是男女朋友。哎，不可思议啊！注册之后怎么可能是男女朋友？有所不知，注册之前就要向夫妻班负责任，而注册之后就要将男女朋友，因为注册之后责任固然重要，但是解密更重要，否则你就会听到很多人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，所以我不要有这样的下场。讲到说秘密，也要用到创意。三天前肖光耀，哎，肖光耀你还记得吗？三天前他跑来对我说：“李科长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他说：“光耀先生，你不要告诉我秘密，我会守不住秘密的，别叫你生气，我怎么办？”肖光耀：“没问题，我教你一招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我讲得很精好哦。”我告诉你，不要告诉他。如果你告诉他，就不要告诉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他。哇，肖光耀！厉害！其实最多的创意莫过于在保险行业。我有一位保险行业的朋友，他在保险行业20年了，但是屹立不倒，成为常青树，靠的是那四句话。哪四句话呢？我的产品是有病赔钱，上班赔钱，睡不醒赔钱，没有事情拿回钱。讲啊，有病赔钱就是36种严重疾病，只要有一项好朋友找上你的话，保险公司可以打钱。看不开赔钱，如果你买了保险1年之后，突然间你心血来潮，把这一瓶，哇，这一瓶啊，借我用啊，这一瓶啊，大公鸡当水喝啊，保险公司赔一大笔钱。最不紧赔钱呢？如果明天你忘记呼吸了，保险公司还是一样赔一大笔钱。那最后没有事情拿回钱，如果你平平安安活到像黎明的年龄，给我指的是一年前不够用你的，阿辉，你知道吗？的那一个大马黎明阿姨，如果你活到像黎明的年龄，保险公司把之前你所花的保费都还回给你。请问这样的产品你要不要？他就是用了这四句话成为了常青树。但是有一些人就说：“真的，我知道创意很重要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创意的思维呀。”没关系，真正的男人在这里传授一道，那就是用逆向思考。怎么讲呢？在商场上的朋友说：“我真失败，在商场里20年了，屡战屡败。”你就以逆向思考创意的方式告诉他，没关系，你我很欣赏，因为你是屡败屡战。老人家经常说，我这一把年龄了，
真的是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没关系，你就以逆向思考、创意的方式告诉他，虽然近黄昏，夕阳无限好。你看，逆向思考的创意能够立刻摆正负面的情绪，转换成正面的思维啊。最后，我要一首歌来证明逆向思考的创意是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，甚至是发扬光大。你好，哆来咪发嗦，这不特别吗？那倒反过来，哆来咪瑞哆，沧海一声笑，哆来咪瑞哆，滔滔两岸潮，哆来咪瑞哆。这是哪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呢？加油，非常好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以逆向思考的创意，在你的人生，在你的事业上，笑傲江湖，哈哈。